本影片由国际扶轮 CDS 团队提供，为您介绍国际扶轮秘书处。国际扶轮世界总部位于芝加哥市近郊的 Evanston， 欢迎社友们有机会莅临参观。此外，国际扶轮共有六个国际分部办公室，分别位于瑞士、印度、澳洲、日本、韩国和巴西。每个办公室都有 CDS 部门支援服务当地的社友。接下来为您介绍 CDS 团队。我们是 CDS 部门社与地区支援团队，位于世界总部，负责支援亚太地区3300至3523的地区，扶轮社与扶倾社，涵盖区域包括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文莱、泰国、柬埔寨、寮国、缅甸、越南、印尼、港澳地区和蒙古，也包括中国。接下来为您介绍 CDS 组员。廷芬是 CDS 部门的资深专员，已在国际扶轮服务12年的时间，中英文都十分流利，需要以中文沟通的事项可以和他联络。Fontana 是 CDS 部门的专员，泰文和英文都十分流利，需要泰文协助的社友可以和他联络。接下来为您介绍 CDS 团队的职责以及能协助的事项。首先，我们是国际扶轮规范的咨询专家，但凡有关程序手册的内容，如国际扶轮章程与细则、扶轮社扶倾社的章程与细则，还有理事会决议的扶轮政策汇编，都可以和 CDS 团队咨询。我们也是社与地区运作的指导员，协助新社申请扶轮社与扶倾社的行政事务，如更改社名、终止社籍之类的事项。地区方面，如果对于冲突与争议的处理方式有问题，也可以与 CDS 团队联系。我们也指导地区财务管理和总监补助款。由于 CDS 团队以地域为划分方式组成，我们对所负责的区域不但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，也知道社友们常见的问题，并提供最佳的建议处理方式。CDS 团队也掌握区域内的数据与趋势，并分析和制定策略。我们也是地区与社的学习引导人，提供扶轮线上课程的资讯，也不定期发布影片讲解扶轮资源，并提倡指导地区与社内多元、平等、包容的议题。除了线上资源， CDS 团队也每年出席地区内的社长当选人研习会，历代举办的地区总监当选人与总监提名人的研习会，以及每年在美国奥兰多举办的国际讲习会，为扶轮的领导人提供课程和相关知识。每月和每季，我们也以 email 对区域内的社长和总监们提供扶轮近况和新知识。除了 CDS 团队之外，我们也在此提供一些社与地区需要联系的秘书处团队。关于社与社员资料更新以及 My Rotary 的账号问题，请联络 Data Services。与奖项有关的问题，请联络 RI Awards。基金会捐献、扶少团及其他各类的问题，请联络 Rotary Support Center。关于社账单和财务相关的问题，请联络财务部门。希望您观看本影片后，对国际扶轮秘书处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感谢您的收看。